因为诶，夫妇哈，诶，第一位是谢秀珍王大平夫妇。
这个有诶经验啦。啊，首先吼，我头啊就想着讲，即、这个五十年，今年拄啊好，我若是五十年吼，啊，搁拄着做即个会长，所以我就安尼筹备即场音乐会，安尼希望讲大家有一个正好诶回忆。啊，搁想着讲，较早五十年前吼，大家结婚拢是古早式诶，所也无即个音乐，也无啥吼，啊，所以今仔日咱咧搁行一下即个结婚进行曲咧，啊嘛真欢喜安尼吼。啊，我即、這个今仔日演出的这五个音乐家吼，即、啊，我请咧阮即个时代音乐会吼，诶、啊、音乐会，伫即个咱加州的即、這个会友会吼，戏友会，即、這个魏志尊会长。啊，伊呢，伊就带伊家的朋友吼，伊、的学妹啊来参加。啊，魏志尊伊是南加大这个钢琴啊作曲的博士啊，请起来啊。那南加州真活跃哈，那这个啊，咱的女高音今仔这个柯贤美女士哈，伊、啊、是这个加拿大。音乐硕士、啊、目前嘛是讲台美两地音乐活动加播音的吼，加热门的这啊，过来我们这个大提琴哈、啊，这个蔡嘉文是咱国立中山大学音乐院的大提琴，他们都是非常活跃于这个南加音乐活动合唱团，还是教会这家啊，今天呢。因三个有要创一个三重奏，一直将甲咱这个五条这个民谣，恁看节目单吼，啊，甲编做这个三重奏，我相信会真精彩。那我的这个、过来就是咱的女高音哈，李秀丽，李秀丽是咱阿姨，这个芝加哥大学也是也就这个商业硕士，伊是我的同班同学，师大吼同班同学。伊住伫即个 Dana Point， 来回五六点钟，啊，今仔就为伊做即个音乐会，安尼来热情相见，我相信真感动啦！啊，即个高音啦，啊，拢是吼始终一直都是在诗情啦、啊，在合唱团啦、啊，就是终身学习不断。啊，咱过来就是咱今仔日的诗情啦、啊，啊，钢琴独奏，也是钟丽英哈，钟丽英呢，我们大学音乐学院，那么他呢多才多艺，所以又是钢琴啊，还有声乐，还有伴奏的硕士。那今天伴奏呢，就是都是请他来啊这个诗情。那他呢在。是从 Ohio 搬到加州来，也是目前很热门的这个伴奏哈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是这个节目是很精彩啊，我希望大家能够轻松啊，很轻松的来享受这场音乐的飨宴，非常谢谢，谢谢。
Thank you.
接下来可能就比较特别一点，如果大家只是我们在台上唱歌跟拉琴的话，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单调。那这首歌要请大家在听的时候呢，可以头先转头看着你旁边陪伴你最久、你最想要感谢的那位，这样子。不是只有看哦，还要轻轻的握着他的手。就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我们的今天声音特别的明媚，因为特别的好听，这样子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哦。然后等一下轻轻的握你身边人的手。
欢喜的日子。虽然我是来唱歌，虽然我是来代表啊，甲秀传大学啊同学五五级哈来啊献一个节目，但是我不得不唱歌的感觉，为了伊来欢喜，所以我爱讲这几句话哈，是阮阿伯爷我袂唱歌以前哈。我想咱大家若捌秀传哈，会感觉他是一个很杰出的领袖人才哈。他一直从大学哈，这上面代志就是做什么像什么哈。啊，在被毕业了哈，你也看见讲哈，有的人无言，就很少想去啊，安尼原地服务人群哈。啊，他真的是每一次不两块的鱼，这什么系友会的会长，做校友会的会长，这什么哈运私运会的院长，你都得哈。哦，你真的是每次都做得非常杰出，听着哎，花吼，啊花剪掉吼，迄花拢吼发足紧的吼，啊树啊花剪掉，吼迄树啊拢发足紧的吼，啊我感觉公公真的是甲伊很有，因为伊是我的同学，我感觉足光荣，也为他骄傲哈。啊，我还想着公公，哎，在一个成功的女人后面，一定有一个很什么，一个男人哈。然后他想着刚我一直去师大一起生哈，那大抵学生女生宿舍哈，那个王先生哈，从大一就每天站岗哈。谢谢段外长，我开心起来，两杯手，哪个用的？都探讨一个话题，三个人底下在站岗。原来同样这位王先生哈，从50多年前，我金马老公毕业，应该是快60年哈。啊，你一直就是这样子哈，爱着他，然后护着他哈。啊，所以啊，你讲伊在办啥物会哈？我听伊在讲讲伊阿爸遐 computer 啥物会不一样的，拢做伊拢上亿块钱在那做哈。所以真的是两个人脑同心哈，这几行代志，那才是会。非常的轰轰烈烈，而且很卓越哈，所以真正真欢喜，今仔日会当来甲恁祝贺哈。虽然因为我唔捌村的人，但是我相信恁拢有背后足侪历史哈。较顶下可能有人会来甲你讲，但是我感觉讲，真的是先跟你讲吼，继续在做，真的是咧恩典就越多哈。圣经公公在幕后的恩典，好调皮一下我，我小看因为是德文哈。但是我有感觉两句足很漂亮的语言，好，我底下就讲一个很孤苦贫穷的女孩子跟玛利亚在祷告，讲随风这个山遮悬，随风这个山遮远，但是你的确听到我诚心的祷告。啊，随风这个世界遮尼混乱，随风这个世界这么多残酷的事情不断在发生，但是主，你会保护我，你爱我，从天明到天亮哈。Thank you.
这世间吼，有诶足爱去钓鱼吼，啊，毋知影讲迄鱼啊食嘛足可怜吼，啊，另外有一寡人去拜讲迄鱼啊，永远在水内都爱游吼，啊，咱看来是属于着一款吼。
讲我们换人啊哈，请张瑞琪来接棒。啊，咱的音乐会吼，安尼到这啊结束，咱唔知有真受感动嘛吼。今仔日这音乐家员工拢足出色的，啊，咱上最后这个杨医师甲林峰德医师，因拢已经有90岁以上啊吼。所以还佫有这个丹田力吼，啊唱甲恁真好。本来今仔日是要唱《故乡的凤凰花》，但是因为吼，这个身体的体力啊无啥啊恢复，所以这个就改做唱咱这个《爱的真谛》。所以咱就是向因安尼看齐，好好啊，健康顾好，安尼会当。啊，来到90岁吼，啊，会当搁牵手，搁会当搁唱歌，吼。啊，这个咱即摆吼，请我要感谢咱这音乐家吼，咱这演出的人，大家拢足优秀，员工咱免费吼欣赏一场很优质的音乐会。啊，也感谢咱这十个，这个咱这舞队家哦，吼。啊，下一场就是要请他们发表他们的怎么样可以安尼会当共同相处50年以上，啊，对咱更健康。啊，我想讲这个中间，请在咱这个副处长、甲这个主任哈，啊，这杨会长啊，在咱来合作音乐家哈，咱徛在后边，啊，甲哪多这些会员来徛在后边，迄一个团体像，好，造一个像，然后我们再进行下面一个节目。